Hello, Big Man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刘宇。时隔不久， Into One 刘宇再次以学长身份参与明日创作计划的录制，帮助一支榴莲同学完成了惊艳全场的无错舞台。才华横溢的原创加上美妙绝伦的舞蹈，让观众感受到了国风的无限魅力，真是再多看一遍都看不够啊！话不多说，快来听听 Into One 刘宇的心声吧。上一次来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伙伴在，但这一次就是我一个人。我上台的感觉，心里在默念，我说不，不是我一个人。Into One 的朋友们还是跟我在一起，在我的身后，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还是会心理上给我一种支持的力量。认可呀，这个，说实话啊，我们团队有说话非常好的人，而且他们的逻辑性也非常强。那有时候我也会根据他们采访当中说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话、精彩的点，我去学习他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属于他们的语言天赋，那我可能就是因为我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把我的话代表 Into One 分享给大家。但其实每个人说的都很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除了人少一点，但代表的精神是一样的。这一次的表演其实也不只是跳舞嘛，然后也有唱歌的部分，所以还是尽可能的把自己更多的面和更多能够帮助榴莲同学的这个才能，然后帮助他。因为大家可能知道，上一次我其实就有知道榴莲老师的之前的歌，然后也清唱了一下，然后也用他的海底 freestyle 了一点，然后其实这一次就很有缘，就很感谢这个机会能够让我和他一起同台，然后我们一起完成一个作品。他其实和他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好像私下不太一样，就是他私下是一个比较害羞，然后比较不太爱说话，但是又特别懂礼貌的一个女生，然后台上呢，他又是那种强者，然后你会发现他一唱歌，他就开始展现他的那种气场，然后呢，话筒一拿下来，哦，他就回归自我，就开始害羞，然后不敢盯着前面看。然后今天上课前，我又跟他说，我说你要多改变自己这个方面，其实，你如果自信起来的话，会给你的表演带来更多的可能的。100分，因为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原创节目，然后我觉得任何原创形式都应该给予鼓励，并不是说我打的这个分数就能代表这个节目的好坏，只是在我心目当中我很尊敬原创。其实这一次可能大家觉得哦，刘宇可能要来帮助，可能会是有中国舞、古典舞这些舞种的展现嘛，但其实这一次并没有展现中国舞种，其实展现的是现代舞和古典舞的结合。因为大家知道这首歌它是一个意境的形式，那其实在我的舞蹈当中，我需要去融合这首歌的动作，然后需要去编排一些创意性的意象型的概念性的动作，所以可能这一次并没有给大家带来纯的古典舞。这其实是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饰演一个比较邪恶的角色吧，就可能是比较阴暗面的角色。那其实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哎，其实自己还能诠释蛮多不同的角色的，如果之后的舞台的话可以展示多面，我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的。因为舞台就那么多，你要在舞台上展示不同的作品带给大家，大家才能记住你。如果你是一成不变的话，可能大家看就看腻了。上次好像有一首他们合作的一首歌是改编的王力宏老师的一首歌《花田错》，然后那个曲风我就非常喜欢。那有没有想过说能 get 到一个新的点，就是说和自己之后的风格有所结合吗？其实他的这个风格，其实我之前在脑海里就有构想过，但一直没有去实施他们。因为它里面有 rap， 里面有 R&B， 里面还有一些当地的戏曲的一些传统唱腔，所以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是我没有尝试过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肯定会这样结合一下，因为这三者都是有传统的，有年轻人喜欢的，有现在比较主流的。如果谁他的这个曲风特别特别让我感到非常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他出了一首歌，哇，我觉得好好听，我会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去听它，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发出邀约吧。
你知道运动天赋他看的真的是身体的天赋。那怎么说呢，我可能在舞蹈方面是有一点天赋的，但是在运动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比如说长跑啊短跑啊，这其实是要看一个人的比例的。如果他腿迈得特别开，然后呢加上他个子又高，那其实就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比正常人要好跑得远一点，跑得快一点。我就一般，我觉得站上舞台的每一次都是我的高光瞬间，就基本上我的每一个舞台大家都会有所印象吧，这就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个地方。这一年的关键词我觉得可以用感恩吧这两个字，因为感恩给我带来的感觉呢，就是我无时无刻不在受大家的照顾，然后身边呢有很多的老师，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给我努力的帮助我去在这个今年的这个道路上去辅佐我，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帮我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我很感谢我身边现在遇到的所有人，他们都很善良，这是我最感恩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感恩可以一直陪伴着我，我也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印度万刘宇超级走心的分享，也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人心的表演。不愧是你印度万刘宇学长，好样的！想恩刷无错的朋友们，快来腾讯视频看明日创作计划吧。